原来美国人也没传说中这么厉害，尿外面了，我这是正常啊。 我是个常住在北京的老美，但是每一次经过上海时，都不愿意多待着，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装太多了。当然，我的好基友 Leo 作为一个上海人，非常不同意。上海怎么装逼啊？比如说，你在街上遇到那些白领，他们目中无人，不看你，只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戴什么样的手表，一点的人情味都没有。 装，还有那些小资，他们总要用那种中英文夹杂的说话方式。爸，哎呀，今天酒质量不 professional 啊，和在法国玩洋河的老费没有办法比啊。装，但是我最受不了的是上海的老外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，连国外没有这么装的老外，太装了。哎，不是。 你只看到了部分的上海，你没有看到更好的一面啊！哎，你这样，你今天跟我逛一圈，我保证你改变对上海的看法。<笑>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输的人要带对方去洗头。洗头。 所以我们打了个赌，我那天晚上要上飞机离开上海，所以他就只有一天的时间让我相信上海人不装。接下来我们见了一个上海人，这个人吧。哪一天有是阮的命，不是甘愿做歹囝。 对，兄弟以后。来嘛，那就聊了聊上海。可是你帮我讲，伊勿欢喜上海呢。伊讲上海人啊，伊讲上海人太装逼，从来勿欢喜上海来上海做啥啦？哎，现在你是一个不想聊，对伐？哎，讲没有讲嘛，不想嘛也要不想啊。哎，你能不能说普通话？哎，真的。侬懂了上海，我们就讲上海话呀。为啥讲普通话话啦？侬会得讲上海，我们就学呀。侬勿肯学，侬要讲，对伐？侬来不想，我们要不想。OK， 你知道上海话，我只会说一句。你说说看哪句？真的。老板，我。哎，哥们儿，我问你个问题。等我。什么哥们儿不哥们儿？谁是你哥们儿？你到上海来叫入乡随俗，换一种叫法，那怎么叫？叫亚硕。叫亚硕。亚硕。好。亚硕。嗯。 你这样穿舒服吗？坤衣嘛，总归蹲了我想穿了，总归适宜了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虽然。 这个亚缩还有他的睡衣有点酷，但是这个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上海人的看法。上海人啊，最不喜欢像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。我不懂，全国不惯跑到哪儿，说到上海人都是现实、精明、世俗、没感情，你依旧是不肯承认。你呀，too young，too naive。You are too young，too naive。You too simple。我不跟你说，我带你去见裴阿姨，让她好好给你洗洗脑。裴阿姨。 师傅是不是听侬讲啊？这位裴阿姨要如何给我洗洗脑子呢？等到下一集你就知道了。